下面我们有一个农业的，就是关于蔬果的一些题，让你猜猜这是什么。这个叫什么？是蛇腹果吗？腹果蛇？盆哦，覆盆子啊，哦，长得好像那个蛇，我原来看到过一个蛇吃的那种草。对，这个就是你说的蛇吃的那种草。是吗？这个叫什么？学名叫哦，蛇莓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不知道哎。哦，西湖纯菜，我没吃过哎。一个是红薯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番薯吗？不是。这个是红薯。对，这个是红薯。这个是什么？雪。对，雪什么？你是看到词儿了。雪莲果。哦，雪莲果也没吃过。这是芭蕉。哇。这个是我用的葡萄。对。那个海里的秋季花。啊，不是。这是你可以看它的样子。大头菜。盆盆菜。它叫宝塔菜。宝塔。它有点像那个宝塔的那种造型。这个。这个是。有毒。我知道这有毒，但我想不到。它是真正的眼睛。平时可能叫蛇果，它的学名叫蛇莓。这个生菜吧，不是叫苦菊。对，苦菊菜。苦菊菜，这个有，这个是芥菜吗？偏芥菜吧。这个是芥菜吗？它叫荠菜。荠菜对吧？叫荠菜，就是那个老家里挖的那个野菜对吧？对对。二位队长，我给你挑几张奇怪一点。这个是。红薯，这个是地瓜，不是啊？红薯是对的，红薯是地的，对的。这个是芋头吗？也不是，不是番薯吗？也不是，番薯就是红薯啊。那这个叫啥呀？雪莲果。哦，雪莲果，折耳根是吧？对。哇，折耳根，我这时候才知道折耳根它的叶叫鱼腥草。这个东西就单独叫折耳根。最后一个，这玩意儿可以从形象的角度去观察它，像海螺，叫海螺草吗？像海螺吗？不像海螺吗？有一点点像，跟雷峰塔有点像。这个不叫雷峰塔，属于什么塔？用形容词来说，这是一座美丽的塔。它是一座宝塔。宝塔。对。宝塔菜。对。厉害了朋友，这桑葚啊，这不桑葚吗？这不是桑葚吗？桑葚是偏深色的。哦，这是那个叫什么？老吃，但是想不起来。盆子。啊，对，这是一种煎牛排放的那个东西，叫什么？叫什么来着？很耳熟的一个东西。忘了。哦，对，红薯、地瓜。不是。啊？这雪莲果。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你不要再考我了，我。韭菜。第一个是，不是韭菜？蒜苔。我不知道，你不要问我。哇，太难